为着将歌词的祖先歌术失去，歌术生于1017年，当伊还是囡仔的时阵，已经的争困不止，论得长，并因此得到太守的赏识。后来应定进士，先后任赣州郡尉、五兴知县、怀州太守、福建提刑、湖南文司。两度任福州太守，又被封两度阁直学士。期间，伊因为维持治安，治理水利有方，宋神宗交对便殿，对其才干心为加叹，特致写歌术之名与屏风以备忘。公元1075年。朝廷派歌术为荆州司典司到荆州赈灾，实行德政，心灵哀民，得到百姓的爱戴。歌术离开荆州时，百姓乱乱不下，丧行数十里。那两只鱼雀也抱在边头，不敢离开。人人称其段位佳话，后人称为水雀段凤。后来，我是将水雀刻为雕像，作为吉祥物。哦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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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哇，这大景致真水啊！啊，这大雕像是不是等等了？哇，雕像卖叮当啊！哟，肯定有叮当，我看见了。黄鸡鸡太威风了！我这里拄只我妹妹画一叮当了，我一点都画轻松。本人是我的指令，您就是那两个雕像吗？不要崇拜姐姐，只是个传说。大家好，我是木木呀可可，就是陪伴歌词的那两只鱼雀。歌词去写了，我就一直守护着歌词家族。歌词家族，你不是歌词家族的吉祥物吗？跟歌词是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你就有所不知了。其实歌词本是动宗，都是周太王国公的附和意。太好了，咱家是一家人啊，咱家是歌词家族的，你怎讲到那么讨喜高兴耶？我想讲咱歌词家族，有啥子代志是咱唔知影的咧？阿哥啊，做你一个都讲袂爽。妈妈，咱就踮伫即搭吧，你看即搭风景真水哦。好啊，你就踮到即搭吧，我甲你拣一个新厝。若是安尼的话，咱以后就往经常做一下咯。也好，踮伫即搭的话，帮助别人也比较方便。
你真可怜哦。呀，你我倒去，我拄好你去先出，顺便来帮你见一个。以后咱做一生活。大家紧来看，这个是咱的新朋友，我叫小律师，大家好。哇，小律师真可爱呀、哦！做事了，来见咱的新厝。哇哦，终于完成了！木木，世界顶也够真侪人需要帮助。我会用这个一技短行落去的。小律师，有喜欢咱的新厝无？哈，我真喜欢了，咱的新厝是最水的。木木、可可，给咱看，我给恁准备的新厝。